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来试玩这个 K127，那我们来给它上电，先装上这个电池，从这个孔电池仓推进去就好了，推进去以后红灯会闪烁，我们再打开遥控器，遥控器先往上再往下。红灯含量就对平好了，一键起飞，一键起飞，一键降落。好，这个飞机起飞前要把这个桨要把它撑开，好让它。然后这台飞机有一键起飞的功能，我们现在来试试看看。来，按下去一键起飞，一键起飞。好，加开飞机好了。这飞机要开大一点。没电了，可恶，没电了，飞机如果会飘的话，我们就微调，它现在往前往左，就微调，往前，往左，往右微调。好，我们准备一键降落，一键降落，哎，按错，一键降落是这个。